熊叔叔，你要出去啊？对呀。好好哦，都可以出去玩。哦，哈哈，不是出去玩，是去出差。我们下星期见喽。王叔叔不是出差不在家吗？那两个人是谁啊？哦，奇怪，很可疑哦。妈妈，妈妈，怎么这么久啊？妈妈，刚才我看见两个人在偷看王叔叔家，哎。赶快准备碗筷，可以吃饭咯。快点传过来，快点。奇怪了，这是什么啊？这里也有。两点了，哇，下大雨了耶！咦，那是什么？王叔叔家怎么会有人呢？一定是小偷。是警察，快跑啊！哎呀，别给我！警察，站住，不要跑！很谢谢你们的合作。哪里，这是应该的。警察叔叔，你们好棒啊！都是你们警觉性高，及时通知我们。这一次幸好发现的早，不然可能连你们也要遭殃了。啊，遭殃？是啊，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你们家呢。你看，原来我们不但帮王叔叔抓小偷，也帮我们自己抓小偷。就是说啊，真是想不到。是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光，我真的太高兴了。我原本只是好奇的注意一下住家附近的陌生人，没想到竟然可以抓到小偷，而且也让我们家逃过一劫呢。所以说，守望相助就是这个道理。
当我们主动去关心别人、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帮助我们自己。大家以后一定要记住哦。